接下来我们来做的就是奥米加三的产品示范。那市面上也是有很多不同种的鱼油，那这个是在市面上买到的鱼油，这个是 Forever 的鱼油。那从眼睛来看呢，我们只可以看到它只是形状的区别，其他的它就一样到完。那在这里有两个杯子，我把它代表着我们干净的血管，血管本来像这样很干净。那接着我就用这个东西叫做宝丽龙，宝丽龙它的结构跟我们身体的胆固醇很相似，我把它代表着我们吃进肚子里的油炸食物。然后久而久之，当这些开始阻塞了我们的血管，一个人就会开始觉得头痛、头晕、不舒服、高血压、高胆固醇等等。接着呢，我就先倒一些温水，因为我们的血在身体里面是温的。然后我就先捡这个 X 品牌在市面上买到的鱼油。我把它捡进去，然后再搅拌它。同样的呢，我在这里也捡了 Forever 的鱼油，然后我再搅拌它。请仔细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很快的，我们可以看到的 Forever 的鱼油，它已经融化了那些宝丽龙。那这里呢，它还是一样。这个是代表，当一个好的油碰到一个不好的油脂，它会作为分解。在 Forever 的鱼油，它最主要，它不只是奥美加三，它是用北极深海摄取那些油脂，那里是远离市区的污染，鱼油比较新鲜，比较肥沃。第二点，除了 Omega 3，我们还添加了橄榄油，那就是有 Omega 9。那当然，这个它可以加快那个速度。然后在此外，我们还添加了这个 Calamari Oil，最主要是对我们的神经系统、脑部发育非常好。所以这个鱼油不只是小孩子，大人全部人都可以使用。它对于那些高血压、高胆固醇、关节炎以及那些要补剂在脑部方面，而且可以预防老人痴呆症。